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从古至今人口之多，占地面积之广，都排在世界前列。在我们的国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，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说说这么两座有意思的城市，一座去了出不来，一座去了随便进，好奇吗？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我们先说说这座来了就出不去的城市，想必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出是哪座城市了。没错，就是山城重庆。如果对重庆这座城市了解的小伙伴们一定对此深有体会。重庆是难得一见的现代化与大山相结合的城市，重庆的路不是在上坡就是在下坡，几乎没有平路，而且重庆多雾，面积又大，这可苦了不少初来乍到的外地人。也许你想说有没有那么夸张，我来告诉你，还真有。毕竟在高科技如此发达的社会中，连导航都无能为力的城市也是只此一处了，那你还觉得是夸大其词吗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座与重庆截然相反的城市，位于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县。八卦镇你听过，那么八卦城你听过吗？特克斯县就是一座八卦城，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筑完整而又正规的八卦城。现如今无论去到哪座城市，堵车的现象都是见怪不怪的，但奇特的是特克斯县从来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，而且在这座城市里几乎看不见红绿灯。由于这里的八卦镇设计，使得这里的每一条街道都环环相通，外地人来了根本不愁不认路，可以放心大胆地随便走。小伙伴们，你还知道哪些有意思的地方呢？说来听听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集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